今天我要来吃 The World Largest 旋转 Sushi。 哦，这个可以有 game 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Hippo， 现在我在 Japan Tokyo。 今天我要来吃 The World Largest 旋转 Sushi， 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吃 OK。 But 你们看后面的 Tokyo Sky Tree 这么高，你们看看看，现在是 9°C， 哇， the best weather。 OK， 我们现在进去看那个旋转 Sushi OK， Let's go。OK， 他们哦有 counter seat 跟 table seat， 所以我选 table seat， 不过我们四个人嘛比较容易嘛一起吃。OK， 我们的是 table 70，Let's go。刚才呢我来的时候我是去一楼嘛，一楼哦很多人呢还要等，所以我就decide上来二楼，因为二楼比较少人，你看我一按就直接可以 table 了。你可以在这个旋转的 bell 这边拿你要吃的东西，如果是没有的话你就可以scan 这个 QR code， 然后可以 order 你喜欢吃的，然后他们就会送过来。哎，爸爸爸爸，你懂这个 branch 很大嘞，因为它有两层楼对吗？对啊。给你猜它有多少个 seat？ 百多啊，看百多。277个seat 哎，哇，很多哦，多啊，所以 that's why 它可以称为 the world largest 旋转 sushi。 而且你看你看，你们看，它还有套个布嘞， very good， you know， 因为我们吃东西有时围栏真排宽，咁大锤一砍掉，人家走过去看不到。你看他们的背放在上面的嘞，也是很好嘞。如果你放在下面等一下很肮脏，很多乱乱的。所以他们这个是海军是做得很好。而且你看他们的是抹茶粉，哎，不是抹茶，绿茶粉。哎，你看这边这个 iPad 还可以 order 的嘞，还可以 change language 我们 change 成English language 我们就知道 at least 它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嘛。你看它有很多种嘞。所以你可以慢慢选。这个车，哇，还有上鸡蛋的。哇，这个是什么？你看它这个咖喱包，你看也是跟着这个食物一起来的嘞。certain 食物你 order 它会 comes with 一个咖喱包。这个是 for 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玩 game 的。等一下我就 show 给你们看 ，OK？ 我们先吃给你们看先。有的吃也有的玩，你看多好。哇，你看 order 这样多，哇， can't wait to try them 嘞，因为好像很 delicious。 你看他们的颜色真的很好看嘞，好吧。 OK， before 我吃我的 sushi 最重要我就要吃我的 Oli， because Oli 你就会它就会帮我们 block 掉我们的 carbs intake 还有 sugar intake， about 40% of carb reduce。 我点了一些我好像没有吃过的比较 special 的，来这个呢是那种 puffer fish， 这个 puffer fish 那一次 Ben 带我去 Osaka， 我们有去吃过嘞，连就没有吃过了，只有在 Japan 你才有的吃这个 puffer fish 啊。它肉咬起来好像手冻这样，很有这个嚼劲啊。它是鸡蛋，虽然是很 normal 啦，不过拿来做成寿司好像第一次看到嘞。现在我要 try 这个 sea urchin 很特别的，你看很多嘞，我咬一口看看，有海的味道，有海的味道。刚才那个 sea urchin 它不是完全是 sea urchin 的味道嘞，它里面有 mix with seafood， 所以我就想说有海的味道， because 它的鲜味太浓了，就是说因为它有 mix with seafood。 我刚才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好像墨鱼汁的，不懂什么来的啦，没有，所以我看得很特别我先吃看看 OK。 墨鱼的味道，墨鱼的味道，很草的味道。
OK， 现在我们 try 一个我从来都不敢吃的纳豆。纳豆人家讲哦，吃了很好嘞，对身体很好嘞。不我真的不敢吃嘞，这个我可以咬小小口 try 看看吗？我也要 try， 我也要 try。你不懂什么是纳豆啊？不懂，我没有吃过。给他 try first。好吃啊，黏黏的。Actually 哦，纳豆哦 ，I think 这个有 mix 到东西的，不可能的。真正纳豆很臭的哦，是不是？吃了你会，不喜欢的人都是不会吃的，所以我 try 看看，因为不可能他会说好吃嘞。黏黏的嘞，黏黏的。Sorry， 我还是不可以吧？我跟你讲。这个比那个真正那个一盒的纳豆酱的再怎么那个还 OK 过那个嘞，那个的味道太过，我 cannot accept。OK， 现在哈 ，Randy 哈，他说他要 try， 因为他喜欢吃纳豆。How is it？ It's a 纳豆 taste， what is it？ But very sticky 耶。Yeah， but 没有啦，纳豆一直都是 sticky 的，只是它味道上没有这样重啊。Not very strong。My friend say 纳豆 is very good for the skin。你敢吃吗 ，Ben？ So must eat。我在别的 video 哦，看到他们哦的盘可以从这边放下去的嘞，很 special 嘞。你看他们说，我们来 try 看看啊、哦。哇，真好嘞！不要了，不要了。你看啊，这边有 show 了哎，四个 plate， 我们再放多一个。耶，跳完五个。哦，呜，这个可以有 game 的。OK。OK， 我们来看讲完。啊，哦，是这样啦，他们帮我们玩的。我没有赢 anything 嘞，所以你们要吃多一点 ，OK？ 是 Miss Hippo。OK， 我现在要叫他们帮我 try 一下，看哪一个他们最 flavor 最喜欢吃的。OK， 所以我 order 这个是 avocado， 在上面你看它是有 stream 在上面 ，and 它是 torch 的，看起来很好吃。我的是 like 有 squid and 有 lady's finger， is 很 special right 这个。对 ，OK， we're gonna try。How is it？ 这个很好吃。Okay， I'm gonna try this。你看。嗯，夸张嘞！你看这个 avocado， 哦，原来的 avocado so nice， 这很好吃哎，因为它有来一点 mayo 也是，连有这个上面有这个。OK， 我等一下 try 你们的。现在我要 try 这个是 tuna with， 这个好像是半生熟的蛋哦，所以 I'm going to try it 啊。Chili 哦，这些 sushi 哦是 normal 啦。但哦，你要 understand 呢，因为我现在人在 Japan 呢 ，Japan 和 holiday 的 mood 啊，我想的觉得什么都好吃，好不好？对不对？什么都香，什么都哇，每样都是特别。其实哈、哦，是某些特别而已啦，有的是哈、哦，我们新加坡也是吃得到的。最特别的是在 aircon 里面啊 ，aircon。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九度嘞，就是在冷气。我靠喂，这个人讲话很好笑嘞。OK， 现在我们要继续吃啦，因为哦，每放下去五个盘啊，我们就可以一个 game 玩嘞，看我有没有luck赢到什么东西。OK， 这边的寿司哦，最便宜的是一盘132块日币，所以换成新加坡大概是1.3块，大概是这样。然后哦，我也有比较贵的价钱的，所以我们哦也是有叫1.3块的，也有叫比较贵的。好 ，Bye， wish me good luck 啊。跑步的，加油 ！Oh my god， 加油 ！Again， 哎呦，赢不？输了。哎呀，这个坏人哈、哦，赢去了，气死我 ！Oh my god， 我又输了。OK， 继续，我要再多一个五盘。3、4、5，九个。骗人的。是 Miss Hippo。现在我要看这个咖喱包里面有什么东西 ，OK？ 哇，里面什么来的？哦，是这个。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可以放 keychain 或者放在 bag， 还是放在你喜欢掉在哪里都可以的啦。哦，这个是另外一个，不是 keychain， eraser。
OK， 这个、哦、就是那个薯丁的，就是那个 bread， 我们放下去五个、哦、它有那个 game 玩，我输我都没有得玩。OK， 现在我要玩那个 view 啦。OK， 我们今天吃的大概是5460块，大概是新币55块这样。你们觉得便宜吗？OK， 今天我们 try 了 the world's biggest 旋转 sushi， 我觉得还不错，不是说很好，也不是说很烂，就是中等中等啦、啊、因为某些食物是我没有吃过的，我是觉得不错嘛。 That's all for today， 所以我还会在日本做更多的 video 给你们看，所以 stay tuned。Thank you everyone for watching my video. Do subscribe to Miss Hippo YouTube channel and Miss Hippo Instagram and TikTok. Do stay tuned my Japan video. Bye!